好，我们继续。现在早上8:24，我们继续爬山，推上山，确切说，推上山。享受一下坡路，3181390，前面坡来了，过去抬头能看到正前方的吗？往高处看一点，它上面是山腰上的一个高架吧，是吧？也是一条路。推车的时候，有时候这个背包的右边会蹭这个车后边后驮包的这个左边，它会蹭，所以说你背包的右边是不能放水的，你放水更蹭。看上面那条路了吗？它是有几个柱子是直接这个，这是个桥吧？是路呢，它是直接坐在山腰上的，看到了吗？它那几个圆柱子，我去。看那山腰上了，抬头，山腰上那条路，我去，太厉害了！现在海拔676，我去，咱不会盘上去吧？我靠，那个山，我那个去，走着看吧。我去，咱要是盘上去，我去，你，贺家坪大桥前面，看，我们现在在贺家坪镇。看看啊，我真要是爬上去，我去，还没，你要是没看见还好，你现在看到了，你心理上会有一定的压力啊。走吧，他要是往上盘，你也没办法。我去。所以有时间还是出来看看祖国的公路吧，太棒了，我去，太棒了，交错纵横，山上我管你哪儿，我只要需要修路的话就能修，是吧？太厉害了，
祖国的公路太厉害了。你们这是贺家坪大道。到前面得推了啊，这能上，前面得推，别费那劲。恩施方向正确，我们下一站就是要去恩施啊。抬下手打个招呼就行了，你喊听不见，人家也带着那个装备头盔什么的，你喊也听不见。手势很重要的。推吧推吧，节省点体力，别踩了。谁知道后面有没有山要爬的，对吧？节省点体力。